大天使麦可信息，关于灵魂的聚集，传导作者 Rana Herman Vesan， 译者 Alasia。 挚爱的大师们，很高兴再次能有这机会与你更高的意识融合，并以我们父神母神之爱充满你的神圣之心与灵魂。一直以来，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去鼓舞和安慰你，并引导你走向更高意识的道路，最终达到自我掌握。此时，我们想要向你报告，在这重要的，我们称之为灵魂聚集的一年里，将要揭露出什么。我的目的是在这次集宇宙中，加强你们这些星际种子、宇宙光之委员会以及我们光的军团之间心灵沟通的概念，去感受到你内在的感觉，并从你的神圣心智和神圣之心得到验证是很重要的。透过这些讯息，我能真正的与你们每个人在一起。你若允许，我会与你的超灵或高我连接。在这特别的时刻，无论你们能处在何种水平，我都会以我本质的一面与你们融合。在这重要的一年，星际种子的灵魂们已经开始，且未来会一直进行许多备受祝福的聚集。我挚爱的信使最近参加了在亚利桑那州圣多纳举办的一项透过因特网传播之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他还为了追随他的内部成员，在美国加州沙加缅度市举办一场小型但功能强大的聚会。在这些聚会中，有些从遥远的星球而来加入他们的灵魂家族，并在聚会中提供智慧的教导。那是一个和谐、欢乐和能量混合的时刻。对许多人来说，那也是一个能将人特殊转变到最深、最内在核心层面的时候。当时许多层面的负面能量被瓦解，而能量及时地环绕着心的周围，以保护并隔离情绪体和身体遭受来自第三和第四次元较低层面之痛苦和折磨的影响。当这些能量被瓦解时，情绪体的闸门会爆裂开来，造物主光之火的珍贵礼物会再次被允许放置于神圣之心及灵魂住所之中。这是一个罕见的相认时刻。当你的灵魂家族的层面开始团聚，并共同为万有最高益处之目的运用协同力量时，是一种极乐的感觉。当你提升振动并向他们送出他们认得的灵魂回响，会有越来越多的灵魂家族成员前来寻找你。一旦你遇见了你内在灵魂家族循环的成员时，你就会毫无疑问地知晓，并会有一种罕见和美丽的心与灵魂衔接着你们。如果你的行动是为所有人的益处，你会有权利拥有志同道合的、重视灵魂之人的支持系统。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星际种子出席了这些聚会，这些受祝福的人就带着新意识的种子返回他们的家园。没错，那些在自己地区或到世界各地参与聚会的人，会进到这奇妙细致的能量中，从我们父神母神心之核心获得造物主之光白色之火金刚粒子灌注的恩赐。当你对准这些更高频率的神圣之光，就没有时空的限制，也不会有任何形式的障碍，因为所有回到神圣之爱和谐频率之水平的和光者，将开始在多种层次中体验精神上的合一。在这些重大的聚集中，能与大师们沟通，并受到神圣造物主光之火的祝福。事实上，进到最核心的深处，地球会沐浴在神圣光物质荣耀的光束中，地球上每一个生物都会受到祝福和认同。请记住，无论是在哪一个级别，一切都是走在进化和超越的路上，没有一个会被留下。无论是正面或负面的，全人类都会受到影响。
这需是每一个个别的灵魂决定如何去接受和使用多少转变的神圣礼物。现在入门 Initiation 行动变成一种集体的事件，不再只有特殊及先进的灵魂才能获得的。你必须有意愿以某种方式去协助那些落在你身后的人，这样当你提升时，全人类都一起提升。灵魂会自然倾向于集体意识，那是灵魂会寻求合一而非性格使然。在道途中进化，灵魂意识和群体觉知会增加。在这不可思议的人类意识进展时期，许多特殊的特许都是为着人类的扬升及即将到来的内在开悟时代。然而，每一个灵魂必须在其分内采取必要的步骤，达到自我掌握，以便进入那迄今为止还无法为人使用之转变的礼物。当大量的星际种子灵魂们获得新的宇宙智能教导，就能整合更高频率的心理和情绪上的觉知。你们之中许多人在经微调整并协调脉轮系统，其本质是身体系统内七个独立的记忆中心之后，就能开始享受最内在自我的和谐感。然而，有些人仍有疑虑且不愿与他人分享见解，因为会担心你说出向你揭露的新概念和更高真理时，会受人耻笑，或你认为你会受到嘲讽。宇宙法则指出，你必须不仅要成为新的内在开明状态的一个范例，还必须传送你所获得的智慧和理解，这样你才可以前进到下一个更高的频率水平上。不要试着去改变那些落在你身后之人的思想，而要用你的例子去教导，用他们所能理解的水平诉说你的真理，并告诉他们有很多路径可以回到造物主的合一。要有耐心，但信念要坚强，要富有同情心，但不要陷入他们的戏剧及悲情的小故事中，要保持快乐和热情，让他们开始疑惑是什么让你如此的不同。事实上，有一天他们会发现并开始谨慎起来，因为你已将变化的种子种在他们的能量场核心中。这些种子是无法被否认的，有一天会蓬勃发展，突然爆发绽放为神圣的不满足、抑注，会对心灵相关的事物有兴趣并开始去追求，提醒他们走向门徒的道路。你是一个走在入门之路的学生，是一个灵性掌握的实践者和共同创造者，是一个共享信息的老师，你也正准备与你的更高灵魂自我的许多面向做更精准的对齐。挚爱的，我们了解有些人觉得你并没有得到很大的进展，你只经历了些微或根本没有扬升的症状，之前已详细描述，像是昆达里尼之火、积极的生活变化或更加灵性的觉知等。请不要灰心，星际种子、引路人类似都走在扬升之路上，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就不能够带来精微的智慧教导，引导人类走向光明，也不能活出更高真理的典范。多年来，我们已经给出许多层级的灵性教导，许多人会试着绕过内在开悟的初始阶段，想赶上那些道途上的领导者。你并没被抛在后面，每一个人的灵魂之旅都是独一无二的。不要用他人的标准或成就来评断自己，留在心之中心并专注在灵魂上，你会以最适合你的时间和方式进步。我们要给你一项任务，你生命中最重要的议题就是专注在使你内在更加美好的事物上，从你的神圣之心以及更高自我去寻求验证。奉献自己，用你所有的能量、身体、斜线心智、斜线情绪和灵性去完成你所想要的，直到它完成为止。如果你有怀疑，就从小事做起，直到你熟悉地运用共同创造的潜在能力。拿开你的疑虑，
不要听别人的批评或警告，按照自己内心的指引，挚爱的，你将不会误入歧途。我们已请求我们的信使与大家分享他最新的经验，这样他会传达给你迄今之前的秘密和极古老的更高真理之思想形式，而他与其他专注奉献于更高真理的使者，会协助开启下一阶段扬升过程的道路。壮丽的白色之火天使存友们一直耐心地等待，以重建他们与人类的连结。对全人类而言，这确实是一个奇妙的时刻。无论你在扬升道路上的何种阶段，精微的造物主的光之流会从这些伟大的存友身上散发出去，影响到一切向着较高频率的神圣之光打开心房的人。最亲爱的人啊，要更有勇气和坚定，因为你们是人类的明灯。细致之光的频率和扬升代码必须透过你们流入世界，这奉献和坚定是荣耀的，同时你们也是深深被爱的。我是大天使麦克，谢谢收听，感恩祝福。